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？2010年6月8号，命运让我跟他相遇。这就是我眼里看到的世界。我们跟所有年轻人一样，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努力工作。你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说这两个人？ 可能永远都想最初那么好。你的跑得太快，一个人的踏步。敢出来肩膀，别回家。步调不一致，早晚出问题。其实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在的我们了。我要自信，自信是没有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。那我直说了，我对你挺生气的。 他最难受，最需要你的时候，都不愿意陪着他。我们就越来越远了，不是吗？我本来想跟他说留下来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说出来的，确实要走。我知道他不是非去不可，我只是不敢相信，他甚至不愿意多解释一句。 我愿意留在原地，好好守护我想拥有的一切。老公，我们再努力回到最开始的样子。我尚不能对这种情感下定义。但是我不想辜负你。我只是一直都有情感，我也不想辜负我自己。王一杰，我是不是又把你给丢了？除了他以外。